小朋友，嗯，你们先做绘本好吗？好，学绘本，你回去就会做了。每个人做一点帽子好吗？一个绘本，一点帽子，这张纸对折，那折好会还有一个小折，把漂亮的折外面，好，对，然后再折一个折，那个这宽度最少要这么宽，最少要这么宽。开口处最少要这么宽，哎，对，好，那你用，哎，说一公分，不要太小，太小这个那个圈会太小，那你用那刀柄把它会滚，我剪刀给你吗？来这边，好，谢谢。再做一样宽，到最后，然后才剪掉一个，那到时候我再跟你说，好吗？好，好。妈咪来，这样子来，妈妈看。好，对。妈妈先帮你剪一个来。你看剪多的、那个欸、这样子，哎、欸，对，它剪到这个，丢，这样就好了。它、啊、超过。每一个都一样啊。哎，对，到那个线了、哦、哈、啊哦。你们的帽子你们要各剪三张，你们的帽子你们要各剪三张，你们要一个人要剪四张。妹妹剪一个，这样剪一个剪好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么快。这个，等一下，后头那个你把它剪一半。哎、欸，把它剪掉。什么意思？哦，你那边要粘的呀？哎、欸，对，没错，就是，掉一个，你把它剪掉，横着剪掉一个。啊、哦，剪掉一个哈。哎，剪掉一个，哎、哦，就剪掉一个，每个都一样，好。每一个都要剪掉一个。对，你就这样，对。好，你们就每个都先做好以后。我这也要剪掉一个嘛。哎、欸，对。嗯，他们很会拿剪刀哦，不错哦。就剪到这里了。好了吗？真的、哦、哇！现在，所以这还要再剪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对，这你们这四个都把它剪一剪，嘿，都剪一样，然后就很快了，就每个一个灰团，啊，一点帽子。你有去玩吗？去露营区，走一走，看那个绣球花。哦，那是一点一点的时候还没有很大，全部都种绣球花，那很美。它有一排很漂亮，对，很漂亮哈、哦嗯，我听说。一个加一，嗯，四块，先用三块哈。那这边，你这两个边我们要贴，一边要在里面，那你剪比较漂亮的留在外面，这两个差不多哈。嗯，好，那我们就不用剪刀剪，用这样撕的就好。等一下，你要那个跟它一样。那你把它撕掉以后，这个，这两边你就把它撕掉以后连起来。嗯，哦，好，连起来，好啊，暂时做这样子，每个都做一样哦。嗯、哦，好啊，也可以先做一个灰盘，嗯，灰盘这边还要贴一个，这边贴一个，好、哦嗯，你这个先做灰盘了、哦。厉害，快厉害，哇，这还可以这样子。哎、欸，对，哎、欸，我你好厉害，好神奇，这样会飞嘞。对，没错，对，啊，你就轻轻往后拉就好。哦，这只蝙蝠，我的值是特选的哦。这个还是这样子。哇！可是这样子，它的那个嘴巴会打开。哦，是往后拉啦。嗯。哎、欸，对，往后拉。我刚往前拉。往前拉。往前拉，嘴巴也跟着张开。好，这妹妹剪的哦，好，剪得很好。好，你来。哦，你连三个也可以，把那个多的剪掉也可以，哈、哦，三个连起来。小姐，来，这个要连哈、哦，要有技巧。来，你那个撕掉，胶带撕了吗？胶带在这里。不对，胶带在下面。胶带在下面。胶带在下面，不是上面，弄错了。哦，那我就这个连这个就好。哎，不是。也不行。也不行，你这一定要，这个一定要连在下面才够了。哦一直点名都不好啊，安尼好，啊你一只手指头，你再这样子进去哈，它伸进去以后把它压着，要给我，那一定要下面，不会吧？来妹妹，这个撕掉，塞到里面，这样会太大，是的，刚刚刚好，对，你把它塞到里面，要这样平，要两个这样平，做一个灰盘，你把它接起来，太阳啊，对呀、啊，哎、欸，也可以做太阳哎、欸。爸爸太阳，好，少一个灰板，在这里。嗯，嘿嘿，你看，把它直接的上。哦，哥哥，哈哈哈哈哈，
哦，漂亮，可以，很好笑，可以接，可以接，好像那个，对，把它接起来，很像头盔的。那你够那个那个一端那个长的吗？啊，一剪掉一个，两边连起来。好，嗯，你戴戴看，把它做起来。妈妈帮你，把它做起来。来，姐姐你来借连一下。姐姐你来，这样创作啊，这样创作来。篮子。对啊，哎，我刚刚看到戴家很美哎，很漂亮哎。他们也要我送个记录给他们。好的，来。好来，看这里哟、哦。好，可以，好。你这样我拍不到，那你放着。上面那个。哦，你来来，我拍一下。哎，我觉得这样蛮不错呢，这好漂亮哦。要戴在手上，妹妹你。啊，对，可以戴，不能戴。对，你连起来又是一个回答。对，哇、哦，两个。你要不要带几张回去做？啊，没关系。都没关系哦。对。你们你看那个桌立的都可以。嗯。还有那个杂志的封面。姐姐。来，姐姐来了。接下来我拍一，来，你们这样坐着。是的。来，你们小师傅来。来，小师傅拍了吗？你们小师傅来。来，你们两个，两位都戴起来。师傅。你们小师傅来。戴起来。妹妹，你们两个都脸戴起来，我来拍一下。小师傅来，这个给小师傅。要不要？把那个拿掉。放在上面一个那个。来。对，你们，哦，狗狗也戴着，好来。不是，哦，那个人，妹妹，你戴，你戴在脸上，哎，戴在脸上好好看。好。来哦，姐姐，你看小师傅。对哦，对哦，哎，那个妹妹你戴在脸上。好，你们这一家太有创意了。好，你看小师傅，姐姐，小师傅戴项圈。啊，小师傅。我看一下。可是水水太胖了，没办法戴项圈。来，给小师傅拍一张来。妹，你头走过来。妹妹，你头走过来。跟狗狗一起这样拍拍。那个其实是美洲豹。他挡到你的脸了。好，哎，等一下。不，我跑掉了，等一下。那个其实是美洲豹。你手放下来，你手放下来。来，那个没那个来。哇，太有创意了。鸭子蛋。太有创，很可爱，很可爱。还是你们要做蝴蝶？蝴蝶，好好好。好，做蝴蝶，好啊，也可以，好。那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喜欢，还有记得订阅我，还有按下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见。